其实我不是为了好玩，只是为了宣传北京文化嘛。来一个蛇皮吧，打了又不打。行啊行啊。这间店应该非常位于多伦街，这条街呢是以前好似鲁迅啊、茅盾呢啲文化人聚集嘅地方嚟。有很多小朋友一块在学，再大的困难我也会挺过去的。 其實我拍呢個節目都學到好多嘢，同埋冇諗住有咁多咁樣嘅經驗，即係本來諗住淨係做一個 job， 點知就真係有同大家一齊經歷咗好多嘢，所以好開心。